静思爱关怀，每个礼拜二开始到周日，我们下午3:30会跟大家直播，跟大家一起来度过这次疫情这样的一个紧张又是让人忧心的一个时刻。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时段带给各位能够安心，能够静心，同时也能够彼此关怀彼此目前的健康跟目前的内心的喜悦。的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要跟世界隔离，要单独一个人面对自己，其实不是很容易。好，静心这个心念呢，其实是非常跳跃的哈。佛教常说观心无常，这个心很难真正安定下来。各位你看看，当你把眼睛闭上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会怎么样？所有的思绪都会浮现你的脑中，所以静坐的时候其实思绪特别特别的多，你没有想到的思绪都一股脑儿向你涌现，向你呈现出来。因为什么呢？你张开眼睛，你的所有的心念，你的视觉，你的五官完全跟环境融在一起。当你把环境给封闭掉，只留下你自己心念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焦虑的开始，是混乱的开始。所以著名的这个社会学家汉娜阿难就讲说，汉娜阿内就讲说，没有比宁静的时候思绪更为澎湃的，孤独让思绪更为澎湃。嗯，就有一个蚊子攻击我，还是一个苍蝇攻击我，不好意思啊。那么因为我们在户外这个环境，在静思精舍啊，的确是跟大自然在一起啊，难免会有这个那个哈。我就是很生活化的跟大家在一起，毕竟不在一个电视摄影棚里面哈，在一个户外的空间，一方面防疫，一方面也比较安全，一方面希望带给各位慈济家人还有各位朋友们一个很自然的环境。既然你们很难外出，我们就把外面的场地搬到你家里中。所以我刚讲到心念，当你静下的时候，心念会特别强烈，特别混乱，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心这个东西总要有所附着。所以学静坐的一开始就要克服这样的心念，就是什么都不想很难，那干嘛？就熟悉，让心念附着在一个固定的事情上，关注呼吸或者观想某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心很难完全不附着而单独的存在。好，这是一个人心的一个基本的特质，总要附着在这个那个，总要附着在一个事物上，总要想一个什么事或做一个什么事。所以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几乎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带给你莫大的焦虑跟恐慌。所以其实在孤独的时候，那么在跟外界隔离的时候，那么家人相处会变得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焦虑。所以我们今天讲一讲如何让心能够静下来，心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祥和跟宁静，要怎么做。我们先说这个心一定要有所附着，很难完全空无一物的单独的存在啊。当然那是学佛者最高的境界，心不附着于任何一个事物，也不附着任何一个思绪，无色无欲无想，连想都没有，这当然很困难。佛法就是空啊，无念就是空的意思，什么都没有。其实人很难什么都没有啊。空在原始的印度佛教里是无一物为空，其实真正到大乘佛教把空解释为妙有。慧能大师讲得特别好，世界虚空含万色万物，世人性空亦复如是。世界是空的，去包含一切万色万物，山川大地都在其间。人的性空也是要包含一切，那才是空。所以真正的空是妙有，拥有一切又不执着于一切，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空的境界。所以其实啊，慧能大师说余念无念很难无念。所以正言法师说念念为众生视为无念，我们与之说都没有念空，纯粹的空，不如让这个空包含一切万有，胸怀一切天下，关心每一个人那种
那种万有的空是真正的真空妙有，也是正言上人所讲的，不是余念无念，要无念很难，都没有念头很难，怎么办？念念为众生，视为无念。所以在这个时候，孤独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心念众生，关怀他人，关怀这个社会。很重要是，我们要学会要怎么样跟正念在一起啊。所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讯息，看电视，接受讯息，滑手机。如果你看的都是很焦虑的新闻，很冲突的新闻，很多的批判，你心会越来越焦急，因为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看到都是一些很焦虑的、很批判的、很冲突的讯息。所以这时候心念附着在这样的冲突、焦虑、批判的这样的事情上的时候，心就会更为焦虑。如果相反的把心附着在正向的、温暖的、关怀的、积极的、互助的、慈悲的、利他的，你心就跟着这样的正念、正向的发展，会心会静下来。因为爱会让你心能够静下来，爱表示你跟社会连接，你跟正向的思想跟情感连接。所以我建议，倒不如与其看很多负面的、冲突的、批判的讯息，不如看很多关怀的故事，很多爱的感人的故事。像慈济医院啊，连护理人员下班都还帮小朋友喂食，帮老奶奶喂食，穿着隔离的防护帮孩童喂食，帮奶奶喂食。所以在整个医疗里面，不是只有帮助病人度过这个疾病的难关，不是照顾重症病人而已，而是给予爱跟关怀。而这样的爱跟关怀的故事，不是我做宣传，大爱台很多，慈济网站很多，还有很多社会上不同的管道都在提供你爱跟关怀的讯息。所以心附着在爱跟关怀的一些故事上，会减少你的焦虑。或者你看一个有趣的电影，温馨的，不要看很冲突很暴力的，会让你更为焦躁。所以其实人的心总是要附着在某些事情上，不可能完全不附着，那是很高很高很难的修行。甚至最高的修行的空，也不是停留在无里面，而是要妙有，关照一切众生。所以上人常说，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心把太虚都包含了，爱的能量连一粒沙都不错过。真正修行到绝对空的人，需要回归世间去照顾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的心先跟正面来相连接，跟正向的故事、正向的事迹，还有很重要的是你开始关怀，你打电话关怀其他人。如果你焦虑没有关系，不要停留在焦虑里面，赶快打电话去关心你身边的朋友，久没有联系的人去关怀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需要什么协助。好，把这样的焦虑心转化成关怀的心，就能够让自己的焦虑跟那种不安的情绪能够降下来。所以接近正面的故事、感人的故事，观赏动人的这些互相互助的事迹，同时能够关怀身边的所有的人，那么把这样的心念那么转向正面，甚至付诸行动。因为你一旦开始行动慈悲利他，你心念也开始正向，开始慈悲，开始利他，你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一个爱的连结，让自己心能够更好的安定下来。一个孤独的一个人与世界隔离会恐慌，就像 一滴水啊，会干涸的。可是如果你跟大海在一起，那这个水就永远在大海当中。那么听说一滴水掉大海里面，五大洋都有你的分子。人是透过爱来跟世界相连接，越孤立越恐慌，越容易产生暴力。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传播统计啊，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反社会。为什么？因为新闻当中太多的暴力，太多的批判，太多的不满，你什么都不能做，看了很多不满，看了很多批判，你心中会越来越焦急。就像有一次一个传播界的朋友啊，来看上人，在台北，在关渡，这群都是资深的编辑坐在一起，跟上人说，上人，
我们心里好苦啊，怎么办？啊，上人说，你们要报真导善，报真导正。我多话，我也讲一句，说你看，我们记者每天报道黑暗面，就自己最后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说，我们心要能够真正静下来，能够安定下来，一定是要正面、正思维，把心附着在、跟连结在爱跟善的事迹里面、故事里面，甚至付出行动，打个电话给身边的人，关怀一下你的父母，关怀一下你的朋友，关怀一下你的同事，关怀一下你许久未曾联络的朋友，把爱扩出去，啊，把这样的善扩出去。所以这样的一种爱跟善的连接，就像一个水滴跟大海汇合一样，会让整个心能够安定下来。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要啊跟正念相结合，要跟善的力量相结合，我们自己要成为善的力量，成为正念输出的源头。就像我们要燃起自我的那一盏灯，才能够照亮别人。啊，你这个灯，上面说灯灯相续，这个灯把火焰给了另一个蜡烛，自己没有少，而点亮别人。所以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啊必须隔离限制行动的时刻，把心静下来，光静坐都是好事，要尽量静下来都是好事。可是人很难真正把心附着于任何，不附着于任何东西而能静下来。既然心必须有所附着，那就跟善跟爱相连结。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提供各位更多正向的思维。我们的大爱台，我们慈济的网站，还有现在又推出一个，就是每天为您读一点书，一个 podcast， 你可以在慈济官网上看到，这个有十多个作家每一天为您读一点书，这些书都是很棒的人生的正向的故事，向善的故事，爱的故事，还有很多是生命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接触善跟爱的故事事迹，然后更重要是你要成为善跟爱的源头，关怀你身边所有需要关怀的人。好吧，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明天还有很多很棒的内容跟各位分享。明天同样3:30这个时间，还是请你们一定打开你的这个网路，来一起参与静思爱关怀。感恩大家。